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嘿嘿，哪吒咱们说完了，用了四回。哪吒出世呢，应该对很多朋友影响蛮大的。我个人觉得影响蛮大的。所以从哪吒出世，应该讲《封神演义》正经八百的内容就出来了。我们上回书说到这个第十四回、第十五回，姜子牙。叫昆仑山子牙下山，他是这么讲，在昆仑山子牙下山里面，他就讲述了为什么要有封神榜啊？那这些封神榜都跟谁有封神都跟谁有关？里面讲述了一些相当至高境界的神的概念，和一些暗藏的藏里面掩藏了一些，我以为在你现在的环境中根本查不到的内容啊，查不到内容。你查任何书没得解释的，所以我个人只是以我个人的理解啊，咱们在开始讲这个姜子牙下山了嘛，这个正经八百正大幕拉开了，我只讲我能理解的，可真的不这个离真正背后的啊真相可能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也跟大家说清楚在这儿。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在我个人在讲述的意识中遇到了我以为他真正触及到非常至高的神啊，非应该是触及到至高的神，当意识到有这样问题的时候，请朋友原谅，我可不敢解释，意思就是说用人的嘴不能说神的事儿，这是一个敬神敬佛敬道的概念，只能意会，意会不是错，张嘴是麻烦，啊，意会不是错，张嘴不是麻烦，那这是沉默是金的另外一个解释，原因呢就是说，人不配知道神的境界，我以为是在这儿，所以那历史上留下来的书，有朋友说，那历史留着书，历史留他书，有他历史上的因由。有着它背后神的因素，啊，有着背后神的因素。那今天的人呢，我们都太利益了，其实就是太……我经常跟大家说，不爱有些朋友不爱听，太肉欲了。它是个形容词，你别把它当成你要身体力行干什么？没有，我没有，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人们太站在肉体的角度去揣摩眼前看到的一切。我看过很多什么今日头条里头很多去谈《封神演义》的，他非常多。那是造业，嘿，那是造业。你不能随便谈老子，哪能随便去谈元始天尊的？那个不能随便谈的。但是人们去各种的猜测，各种的胡说，那么去讲，那是人家的事情，那我个人不管，咱也干涉不了。这是个自由的社会，但是我会约束我自己。所以朋友有时候听起来说，哎，你怎么到嘴边上说不出来了？你到那儿明显的你有话里有话，你不那个，我跟大家，跟大家求得大家原谅，我可没那境界，我也不敢去那么讲。我们就说出缘由，就像跟大家解释似的，可千万别叫石涛老师。这个不叫不得，这个叫不得。人家叫你，他别人让你叫师爷都成，他自己叫那是他的事，他的理解，我的理解不同。今天谈到这些与生命直接相关的，在今天的来讲，只有未来佛有资格被朋友们称为老师或者师父，只有未来佛。弥勒，我讲的是弥勒。通常人们知道的弥勒，那或者说，只有创世主有这资格。我个人可没有资格给别人答疑解惑，没有。所以跟朋友，请朋友原谅啊。说朋友说，涛哥，我对你有一番敬意，这个就叫涛哥就完了。有朋友年龄小，说叫涛叔，涛叔，涛叔就涛叔吧。老师这种尊称。我承受不起，因为又有朋友就这样去叫这个，我一再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行，你觉得愿意，做我个人的师弟啊、师妹啊，这个师傅讲过，入门不分先后。当你进来之后，哎呀，我见到有一个朋友，就是，是上海来的，他是看这个，他是从我的 Facebook 上跟踪我的 Facebook 逐渐跟出来的，那现在已经到美国了，后来成了我师弟了。还见着面，哎，涛哥，完了，没啥话可说了。那个时候在 Facebook 上，哎呀，那家伙留言留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说法，就是说，当你真正成为我师弟师妹的时候，有师傅在帮你，在管你，你可以看到自己那一份的珍贵，三魂七魄的珍贵，你的至尊，就我个人来讲，我个人觉得足矣，真的。所以有朋友可能不一定理解，不一定理解呢，请你原谅，这是我个人的。既对朋友的尊重，也对，就我来讲，也是牵扯到我个人对自己师傅的尊重。那也是我对您的尊重。这个可能没有人去在做节目中这么讲，但是我是这么讲。我个人也不是为别人活着，我也不会去在这个环境中争取什么谁高谁低，争取谁高谁低，都是羡慕、妒忌、恨。都是在作为一个修行人最致命的弱点，最致命的东西。哎，我们把话就中间插这么段话啊。昆仑山姜子牙下山，子牙上来都是有一首诗了。子牙此际，此际就是现在落凡尘，白首牢骚泪野人，几度侧身成老拙，笨拙的拙。三番涉世返乡颠可能是颠，这是嘲讽，我以为是嘲讽姜子牙，就是讲姜子牙下了昆仑山，下了昆仑山之后的样子，前面那一段的故事。此际现在落凡尘，那从昆仑山就等于是仙界了嘛，因为他是在这个元始天尊的洞府。跟着元始天尊学艺的、修行的，白首牢骚泪野人，他72岁下山，在下面又等了10年，那白首可不就满头白发吗？满头白发，那老人就牢牢骚，他这里牢骚泪野人，就跟那他在山上待了40年，32岁上山。啊，他上山跟七没啥关系，42岁上山，72岁下山，那可不就跟野人差不多？他跟世俗环境完全接不上了嘛，这所以是嘲讽他，几度侧身成老拙，这个话呢一般查不出来，我查查都没查出来。就我个人来讲，这意思就是说，他曾经讨生活，他讨生活讨了好几次，这个。卖面，给人看铺子，卖笤帚、卖扫帚都干过，哎，都干不成。三番涉世返乡颠，就是三番五次想进入尘世，想讨得一份生活，想赚点钱，还挣不着钱，挣钱可笨了。现在涛哥赚钱也不太容易。这个朋友，感谢朋友们请食堂喝咖啡。修行的人在人间不容易，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过，我说，请涛哥是不是喝杯咖啡呢？就像化缘一样，其实就是朋友一场喽，对吧？朋友，你听涛哥侃疯人，听着好听，很好玩，很好听，那你就请石涛喝杯茶，喝杯咖啡，大家就两净了啊，谁不欠谁的。我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解释过。就不能欠人情，这欠人情这事儿不好办。这个什么都能还，人情难还。潘西未入飞熊梦，渭水安知有瑞林。潘西钓鱼的地方，他在潘西那块石头上坐了很多年，但潘西这块地方可不知道，这地方
是出了这个，他潘西这地方可不认识他姜子牙，未来是什么？渭水安知有瑞林？那潘西跟渭水这是一个地方，讲两天，那渭水都不知道他这个是真正成大事情的人。世纪风云开地业，享年八百庆长春。世纪风云，这是改天换日。所以就在渭水，就在潘西，一个糟老头子72岁，拿个破杆子也钩也不直，然后就整天坐那儿白头翁啊，他混的就是一个糟老头子。结果他是世纪风云开地业，他是开创地业的这么个人物啊。然后这地业一开就是800年。昆仑山玉虚宫禅教掌门，叫做道法元始天尊，道就是道家的道了。道法元始天尊因门下12弟子犯了红尘之恶，叫杀伐临身，故此闭宫执讲。在讲《封神演义》里，这就是这部分很难讲，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对吧？犯了红尘之恶，都是修了1000多年，1500年。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就是，广成子最典型，讲出了1500年。那太乙真人也是这样，太乙真人你可以对称我们说过的石矶娘娘，她也要是1500年。甚至更长，1700年，因为，灵珠子是1700年，所以他们如果从，我早就跟大家解释过，从《封神演义》的时间往前推1500到1700年，距现在5000年，对应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始，也就是说，开天辟地之际，他们就来了，而且就开始了真正的修行。而那个年代，三皇五帝的年代，被中国称为神话的年代。所谓称为神话的年代，是被大禹治水隔开的。而大禹治水就是大洪水，跟西方社会的挪亚方舟是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之前，就是距现在4000到4500年，我们能够对应的文化是希腊的神话故事。人神兽乱交杂交，有这个东西，对不对？那希腊神话故事里头有天人跟天兽之间有交往，有这种阴阳的结合啊，有生子有乱。如果你看大洪水呢，西方的故事在讲大洪水的时候，他是说神不满意人的这种生存的概念。而人的概念呢，范围广，就是说，它不是只说我们现在肉身的人，对吧？如果我们只说肉身的人，那这个濒死经验里揭示出来，那个魂魄飞出来，那个人叫什么呀？你不能叫他是神仙，你只能叫他还是人，对不对？所以人的层面挺高的，是有一定层面的。自己的师父讲。教诲过相关内容，天人都叫人，就是三界里面人跟人相关都是人，但是有着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层面。所以人眼见为实这句话是最欺骗人的，原因就是说眼见为实，连自己曾经的生命过程你都见不着，你根本没认识，也就见不着，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就像我们说濒死经验，你可以飞起来，这个人飞起来，结果那块肉躺在那儿了，自己躺在那儿了，那你拿什么看见自己的？不是眼睛喽。所以这是我能理解的啊。那为什么这儿他就说了，道法元始天尊因门下12弟子犯了红尘之恶，就是厄运的恶，杀伐临身，连杀带伐。杀生啊，故此闭宫之讲。他讲这个原因，所以给我的体会呢，就是
在那个年代，就是大洪水之前，他们修行，大洪水之前，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出现了生命的不纯净，不纯净，类似红尘之厄运。但后面的人不配知道，我们只看到的一个陈述，有杀有罚，要有杀有罚，就是说他们本来已经是仙是神，他们被迫要进入净化，被迫要遭此一大劫。当杀伐厄运都临身的时候，那他的师父还用讲法吗？不能再讲了，要只有在他们重新净化之后，才能再开宫门来讲法讲道。这是我能理解的啊，咱们只能这么说了，因为它对应的是下面这句话：又因昊天上帝命先手十二称臣，故此三教并谈，禅、劫、仁。他讲了人道三等，共编成365位成神，分为八大部。昊天上帝，你在文字里查不着这是什么。昊天上帝能够查到的是中国人的民间称的最高的上帝，就是上帝之上帝，就有点那意思，你怎么查他就是上帝。昊天上帝呢，就是一个日一个天，那个昊，陈浩苏的昊，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的哥哥，陈浩苏，他也是用这个昊。所以昊天上帝呢，他就讲了民间说的最高的上帝，命先手十二称臣，所以任命的命啊，命令的命，所以给我的感觉，这叫先手十二称臣，就是元始天尊的十二弟子。也就是讲说，应该这么讲，反着说，昊天上帝命先手十二者称臣。那因为他的境界位置高，这十二臣呢，十二个人要想到那儿去称臣，要走到那个境界呢，他要把自己干净一番，哈，就像沐浴更衣似的，也就变成了在人们知道的昊天上帝的这个层面上出现了神的更替和改变。叫命先手十二称臣嘛，那你就是先手十二称臣，所以就是出现了仙位的神位的改变，神位的改变，那他要配当神了，那他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封神演义》，这里他是这么讲的。所以如果你对比成现在来讲，那就是有人能够借助这个机会成为神仙。这是在一定的天界、地界、天地人当中出现了这种真正的变动，啊，一定的环境中出现这种变动，这是给我感触蛮深的，跟人相关的，所以《封神演义》就这么来的。那人有人的环境的改朝换代，那天地呢是同样有着天地的这种天象的改变，所以我们把现在称为改朝换代也好，把现在称为这个新版的《封神演义》也好，我以为你就能理多少也能理解到什么叫天灭中共了，就是一定的神界、一定的生命的环境的境界中出现大净化，啊，出现大净化，而这个境界之下的这种不同的生命群落，他们要随着上面的要求而改变。所以如果你反着说，对吧，昊天上帝命先手十二称臣，那元始天尊门下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恶，杀伐并固，所以要出现相互的改变，故此毕恭之讲，也就讲说要经历过这一次苦难之后再重新讲法，重新讲道，再往深的我也不敢讲了。啊，这话咱说这儿，
我个人能感受到，但不敢讲。禅教、截教、人道三等，三个等级。啊，我以为这里讲的是三个等级。禅教全是人修成的，包括十二仙。截教里面有人，但更多的是动物，但他们修了很多年成仙了，有了仙气儿，得灵气了。石矶娘娘，我们讲过的石矶娘娘，她是个石头，日精月华她都能得灵气。那人道现是人的这一层面，人道这里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纣王，我们人中看到的历史的开启，三等三个层面，共编成565个神，分为八部，所以他用了编字，难道是那个时候才开启的吗？我觉得这是个问，我个人觉得这是个问题。其实也是因为更编成365位神，去对等着昊天上帝命先手十二称臣，新来了十二个臣，对等着这十二个臣下面出现365个神。十二子丑寅卯黄道十二宫，365天一年，没错了，黄道十二宫，太阳走了一圈一年，在人间365天。所以不敬天不敬地，大逆不道，狗屁不如啊，狗屁都到六道轮回里呢。六道轮回其实就是你这个东西明白了，大家就我觉得很多就明白了。分为八部，上四部下四部，上四部雷火温斗，雷神是整个一部门啊，雷神、火神、温神、斗神，所以咱刚才讲了，温神是正神，而且他的位置最高，在上四部，上四部的第三个。开玩笑不开玩笑，所以人中的出现大瘟疫是正的。是正的，是对人间的大清洗。赶上大瘟疫是因为大的天象。下四部叫群星列宿，二十八星宿是在下四部。二十八星宿，你看那个二十八星宿都赶不上瘟神，然后才是三山五岳。三山五岳到了人这儿了，对吧？黄飞虎，黄飞虎的儿子是三山之神，黄飞虎是东岳之首，对吧？五岳吗？东岳之首。而五岳的东岳之首同时是地狱的阎王，十八层地狱的阎王。不与星云，善恶之神。所以这如果这么看，不与星云那四海龙王就更靠后了。如果你这么看，大家就理解，能理解当初为什么哪吒敢跟他干。说好了，这是我理解的啊，咱也不敢往下说了。此时成汤河灭，周始当兴，又逢神仙犯界，元始封神，姜子牙享将相之福，恰逢奇数，绝非偶然，对吧？神仙犯界其实就是神仙不清净了，我现在怎么想都是这个问题。所以他神仙犯了界，那要重新来一回进行大进化，那元始天尊才去封神。而姜子牙呢，本身有将相之福，恰逢奇数，定数，命里注定的定啊，命里注定的定，非是偶然。所以五百年有王者起，其间必有明事者，这是孟子的一段话。
写书的人呢是在明朝，孟子还用这段话这么说的：五百年有王者起，和其间必有名士者。那也就是命运之所至，定是定数之所归，一切皆非人力而为。一日，元始天尊坐八宝云光座，坐八宝云光座上，命白鹤童子说：“请你师出江上来。”这很有趣啊！这个白鹤童子，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是释迦牟尼佛等于是他师爷。我也没对上这白鹤童子应该是谁的，可能是南极仙翁的弟子啊，可能是南极仙翁的弟子。所以南极仙翁是元始天尊的这个，怎么说呢？身边的大弟子。那白鹤童子是他的弟子的话，当然就是元始天尊是他师爷。白鹤童子到了桃园，请子牙口称师叔，老爷有请。他们也叫老爷。姜子牙忙到宝殿前行礼，弟子江上拜见。天尊说了：“哎，你上昆仑几载呀？来多长时间了？”弟子32岁上山，如今虚度72年，虚度72岁，哇，待了40年。你生来就命薄啊，仙道难成，只能享受人间之富贵了。这有人就想，是师傅你早说呀，你早说我在这儿待这40年干什么，对不对？耽误我青春。32岁男人他正好是好岁数，对不对？那你我上外头我吃喝嫖赌我不就玩了吗？你现在我待到72岁了，你还要让我说享受人间之福？我都72岁了，我享什么福气啊？你现在的人就得这么想，你现在编这个《封神演义》也得这么编。你想吧，他因为人的水平就在那儿，对不对？72岁，你让我下山去享人间富贵，我吃也吃不了了，玩也玩不动了，我走到这一拄拐棍儿的，他整个一废物了，对不对？成汤数尽，这里讲的数都是定数，啊，都是定数。周使将兴，你呢帮我个忙，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辅助明主身为将相，也不亏待你上山修了40年。说你要不修这40年呢，你下去当将相也当不了。那如果他换个脑筋想，我下去当将相，我72岁下山，我再等10年，我都82了，我干什么？我对不对？我当这个将相有什么用？所以这是人在不同的角度会有着不同的想法，而不同的想法给人带来的不同的劫难。所以人的概念，人的基点，看事情的基点是至关重要的。此处绝非你久居之地，收拾收拾走吧，赶快走下山吧。轰他来，你说这元始天尊坐在那儿没事，去你把你师叔给我叫来，给他轰他去。这事儿你要这么想，哎呀，太不局气了啊！现在的话，人的话就没法说了。子牙哀求说：“哎呀，弟子真心出家，苦熬数月，你看，苦熬岁月，今也有年了，这么多年也过来了，对不对？修行呢，只修行叫熬戒投针，就是说苦行的意思。”望老爷大发慈悲呀，这个指迷归觉，指出迷途，归觉呢让我觉悟，觉悟有醒，就是圆满的意思。弟子情愿在山苦行，也不敢贪恋红尘富贵，望师尊能够收留。依然这事儿都法师，但是呢他的命运是什么就是什么。元始天尊说：“哎呀，你就命该如此，你命缘如此，缘分的缘，你命缘如此，就听天由命吧，何必拧着来呢？你看。”
这个天，可以超过，就是说，元始天尊讲这个天，超过了元始天尊。元始天尊安排这件事情，但有些生命的来处呢，也有它的缘由。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子牙恋恋不舍，南极仙翁上前说：“哎呀，子牙，算了吧，因为那南师傅这么说了嘛。”机会难逢，时不可失，时间的事，时不可失，时机不可失。况天数已定，自难逃避。你随时下山，待你攻城之时，自有上山之日。你看，这里面上山之日呢，不是他回到山上待着。作为很多弟子而言，他能有机会见师父，在师父身边，那就是莫大的荣幸了。对吧？所以你既有下山成待你成功之时，自有上山之日，就是说呢，你还能回来面见师父，见个师父一面。这里讲的是这意思。那师父是至高的神吗？谁你下山成人了，人哪能跟神同在呢？其实这里面的含义蛮多的，不太好介绍，只能说含义蛮多的。它讲述了生命的层面，里面很有趣，就是你的这讲了，你就听天由命吧。你的机缘就这么多，这么多。当师父打发你走的时候，你跟师父的缘分就这样了。说不成，我抗命。你师父，你必须得教我。那是现在的人的想法。你再往前争取争取，就出事了。所以。天数已定，自难逃避，这就是南极先锋跟他讲的。那既然机缘已定，一切都定了，你就顺着你的命理走。人不可抗命，听天由命，都是人出事的时候才这么说。人享福的时候，荣华富贵的时候，谁也不这么说，都得骂别人笨蛋，对不对？所以现在的人就是说，难时天命也跟这有关。子牙只得下山，收拾琴剑衣囊，那时候都有琴有剑，起身拜别师尊，跪着那儿哭啊！弟子领师父法旨下山，将来归着如何呢？将来的归处如何？天尊说：“你今天下山，我有八句话告诉你，日后就会应验的。”元始天尊就跟他说呢，我给你留下八句话，日后会应验的。叫二十年来窘迫怜，耐心守份且安然。他下山的二十年，不是十年。72岁下山，他要等到92岁。这个是这么说的喽，他要等到九十二岁。攀溪石上垂竿钓，自有高明房子闲。所以你要20年你安安分分的，但是挺窘迫的，你可挣不着钱，吃不着饭啊，能吃饭发不了财，你就在那耗着。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时辰不到，怎么努力都没用。很多人去努力的本身去有其实是违背天意的，甚至呢按照佛家里说是造业的。而真正的修行的人，他只是按照师父要求做。那按照师父要求做的意思就是，元始天尊的弟子，风神是他主持的，那整个天象的概念他超过了是定数，是由他定的，与他相关，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么来的话，那你就得等着师父安排的事情到你才能做。而每个人呢，每个人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主意，是不是？当自己的主意一定，就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狐狸女娲说了，你可别害人呐，没关系，我听女娲的。到那儿他就害人，他就是生命的定数跟属性。所以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这是一个
能够看清楚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那朋友说，那涛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你当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不会为眼前的事情所左右，你不会被眼前的事情所迷惑，一会儿哭了，一会儿落了，一会儿不高兴了，一会儿这那，一会儿，其实你看到的真正的你将展现慈悲，你会珍惜你眼前遇到的一切，你看到的一切啊，你会从中，无论事情好与坏，对与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中能够品味出，甚至能够感切身感触到那一份生命的可贵跟真实，甚至为此落泪。而你落泪是一份感触，不是悲剧，不是人的情感中的悲剧，你那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你自己生命的内在的一份豁达，一份其实不在别人眼睛里叫包容，其实在你不叫包容，你就是一份豁达，你生命的内在的那种无尽无涯无尽无边的那一份的生命的本来，我找不着词儿，但是生命的本来不是拥有，拥有太狭隘啊，拥有太狭隘，而是一份广濑之情之感，所以就不是拥抱的概念。辅佐圣君为相父，这就说他这是前半截是他等了20年，后半截人家周文王去找他了，他来了之后呢，辅佐圣君为相父，93拜将握兵权，拜将台是3层，那每一层拜一次，一次拜9个，拜磕9个头，好像是这么来的，所以叫93拜将握兵权。诸侯会合，逢戊申，98封神又4年。98封神，我这儿没看明白98他讲的是什么意思。98岁可能是。我只能讲可能是。因为他72岁下去要待20年，但是20年不知道。我们到时候后面讲，后面肯定会提到。啊，咱说哪说哪了啊，98封神又4年嘛。那天尊说罢了，虽然你去呢还是有上山之日的。所以这是他能够回到师父身边见师父一面，对弟子都是非常珍贵的。能听到师父的一句话，他就在这些修道人的眼睛里就是一份厚德，一份厚爱，就是说他得到了师父的亲自的教诲。那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东西没有那种感触，所以我个人的说法就是一直跟大家解释，你可别叫老师，这个我担不起的，这受不了的。其实这里面就有这个含义在里头。子牙辞了拜辞天尊，与众道友道别，带着行囊出了玉虚宫，南极仙翁送他。南极仙翁送他，其实里面代表着元始天尊送他，因为南极仙翁是元始天尊身边的弟子。来到了麒麟崖，吩咐说：“子牙前途保重。”那子牙道别了南极仙翁，自己暗想：“我上无叔伯兄嫂，下无弟妹子侄，你让我上哪儿去？无家可归。”他是个无家可归的。我乃失林飞鸟，无翼之可栖。然后突然想起来，在朝歌有个结拜的兄弟，仁兄啊，比他大啊，他都72了，叫宋义人，就叫宋义人，投他去算了。那子牙借着土遁，那个只要，所以这些功夫呢，对于他们来讲，一入门就会，就是修道。道行高浅都无所谓，你只要一入门他就会土遁。土遁水对，其实就五行来了，没听说火遁的，好像有。离南门35里，到了宋家庄，然后门庭依旧，
叫绿柳长存。子牙长叹了，哎呀，我离开此地40年了，风光依旧，人面不同，一切都是如此，没改变过。所以这里面同样也表现出另外一个层面，在古时候，人们不会去革命的，人们不会去摧毁东西的，人们会留下很多老的东西，能留下都留下，啊，中共产党的文化不是全给推倒了。所以你看，你这是说3300年前，你到罗马你看看，对吧？你到了罗马那儿，你看可以看到，号称地球上人类社会中第一条马路，那还留着呢。它就是这样的，这是真正的文化。因为在人如果讲究轮回转世的话，你的轮回转世都在其中。其实这个，子牙到了门前，对看门的说：“你家原来在吗？”他说：“你是谁呀？”哦，我是故人姜子牙，姜子牙来访。那看门的就回去报备了，外边有一个故人姜子牙，送一人正在家算账，跟做生意的。哎呀，贤弟啊，贤弟啊，离走数十载，为何不通个音信呢？然后说：“不才弟子有不才弟。”两个人携手来至草堂，各施礼而坐下。宋义人说了，叫做常时可慕。常时可慕就是时常想起来吧，应该讲常时可慕，渴望的渴，羡慕的慕。今日重逢，信哉幸哉。子牙说，自别仁兄，实则望叫出世超凡，怎奈缘分太浅呐，未足其志。今到高庄还得会仁兄，乃江上之庆幸也。还有跟人说了，去修道去了，想离开这凡世红尘。嘿，我想离开呀，我的命让我离不开，所以我只能回来又找你来了。家人收拾饭菜吃饭，吃荤的还是吃素的？问他吃荤的还是吃素的。子牙说，既出家了，岂有饮酒吃荤之道理？那我就吃点斋吧，吃素吧。那宋义人说，酒乃瑶池玉液，洞府琼浆，就是神仙都去了蟠桃会，喝点酒也无妨吧。来到人世，来到凡世，就会遇到这种事情。一遇到这种事情，人就不成了。所以你看姜子牙说什么，仁兄见教了，仁兄见教，小弟领命。两个人就喝上酒了，下山就喝酒。这就是他为什么讲缘分浅呢？他就是一个很想修行的凡夫俗子，但他命里头不成，其实是这意思。上来先沾酒，沾完酒就沾色。姜子牙72，酒色之徒。你要这么说，他是这个嘞。贤弟上昆仑多少年？不觉40载。哎呀，好快啊！贤弟在山上都学了什么？说什么不学，不然所做何事？他到底学了什么？你到底在山上干什么？那当然，凡夫俗子一般的人当然都想说，你到了玉虚宫，哎呀，你都干什么呀？姜子牙说，我干了老多了，我担水，浇松树，种桃，烧火，然后还得看着炉子别灭了，炼丹。宋义人就乐了，哎呀哎呀，你整个一个庸人就是个庸人，何足挂齿啊，你可别再说这些了。就是你上了40年，你就干这个了，你就是个庸人，没说庸人呐，是个庸人。贤弟既然回来了，找些什么事业，何必出家呢？就在我这儿住吧，你也别上别的地方，咱们俩又熟悉，不比别人。姜子牙就找住处来了。哎呀，谢谢大哥，我就是为这来的。古人讲，这一人就说了，古人讲不孝有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兄弟跟贤这个人，这个贤弟跟我呢相处一场，明天我就给你找门亲人，找门亲啊，生个一男半女，那让姜姓也有个后人。姜子牙说：“呀，算了算了算了，这事儿咱们再说吧。”刚喝完酒，就说讨老婆。两个人谈了甚晚。姜子牙就在这个宋庄下留，宋家庄留下了。第二天，宋义人起了大早，骑着驴，骑驴，你看他没骑马，骑驴啊，咱就说属驴的，他属驴的，不是我说，说共产党属驴的，他不是我说的，人家姜子牙那骑着驴给他找的那个老婆，你这他这这这，骑驴到了马家庄。找一人到了庄，跟马员外说：“哎呀，宋员外来报。”马员外大喜，迎出来说：“员外哪阵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宋义人讲说：“小侄儿特来跟令爱提亲呢。”马员外就乐了：“还有这种事儿？失礼坐下喝茶。”姜小女说与何人？他说："这个人呢是东海的许州人士，姓姜，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跟小侄呢，哎呀，关系很好，所以特来上来提这门亲。那既然人家马员外也厉害，既然您说的事儿，这事儿肯定不差啊，应该绝对没问题。宋义人取了白金四锭作为聘资。"马员外收下，设酒款待。那到晚，天晚叫抵幕而散，天晚了才散，吃了一天酒。子牙起来，早上一起来，宋义人没在了，就问说到哪儿去了？一早就出门了。他说到哪儿出门干嘛去？讨债去了。一早出门讨债，幕后才回来，下了驴。说兄长，你这姜子牙看见了。说兄长，您上哪儿去了？从哪儿回来？恭喜贤弟，贺喜贤弟呀！哎，姜子牙说："我昨天咱们喝了回酒了，我早上醒来就没见你了，我有什么喜呀？小弟喜从何来？我一大早就给你出去提亲去了，正是相逢千里，会合姻缘的。"姜子牙说："这个时辰不好，时辰不好。他修道的嘛，你看他还挑，给他讨个老婆，他挑时辰不好。”一人说："哎呀，阴阳毫无忌讳，吉人天相。阴阳毫无忌讳，吉人天相。"子牙说："是哪家的？你看，你这说今天天气不，这个时辰不好，你有脸又问人是哪家的？他还是想女人吗？"马红之女，才貌双全，正配贤弟。说还是我妹子，人家是68岁的花姑娘，他这写的是68岁，姜子牙是72岁，我记得是50多岁，他这写的是68岁的黄花姑娘。两人置酒宋义人置酒跟子牙贺喜，选择了一个良辰娶亲。子牙说："哎呀，成兄看顾，此德难不可忘啊！"那择良时辰，迎接马氏，宋义人排酒宴，邀请庄前庄后的所有的左右邻居、四门亲友同贺，叫同贺迎亲。马氏过门，洞房花烛月，成就了夫妻，叫。天缘叫天缘玉合，不是偶然。有诗来相配，还有诗呢。离却昆仑到地邦，子牙今日娶妻房。68岁黄花女，西寿有二做新郎。这就是姜子牙的命。听完这段，朋友们一定知道。姜子牙要能修成，所有人就都能修成了。要知婚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我知道很多朋友在等这个节目啊，别的节目呢好像有没有无所谓，《封神演义》呢如果没有的话，听着一半觉得没不给劲，着急。其实跟我当初听那个袁阔成他们讲什么三侠五义啊，有点那意思。他们才讲半个小时，然后中间再加点广告，哈，对头算20分钟。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听的。一般就是听杨家将，这个小武艺、三侠五艺，隋唐演义。当然，那听的是每天中午，我现在都记得每天中午10点半，对不起，12点半，12点半听到1点，那是12点，听到12点半。那现在东西多了，就说这意思了。所以我个人尽可能的每天咱都拍，尽可能。那现在是因为现在的事儿出的多嘛，而且每件事都是蛮决定性的，尽我最大可能吧。昨天咱们上回书说到呢，这个姜子牙下山了，那而孙悟空他下来呢，就是跟他说他就这命，他没招了，所以他注定修不成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坑节的东西，我今天好像在别的节目中提了。他在山上待了40年，32岁上山，待到72岁，40年，他又说他修不成。那可是呢，你可以看一看其他的那些，对吧？广成子他们都修了1000多年，1500年。而在他身边的，在这个元始天尊身边的，有大弟子南极仙翁，这一般通常说大弟子，没人拿南极仙翁跟这个广成子对比。我也个人觉得不太好比。其实呢，在很多这种类似对比的说法中呢，是现代的人对，我觉得对修炼、对修行这些东西呢，还有一些基本常识或者说悟性的东西比较弱，很注重现实中的关系，很注重。在姜子牙说你下山走吧，姜子牙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再也见不着师傅了，所以他里面讲就是说没机会上山了。南极仙翁劝他的时候说，哎呀，事儿办成了，你还是有机会上山的。而元始天尊他在跟元始天尊道别的时候，元始天尊也说你还是有机会上山。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有机会上山呢就是有机会见到师父，那对于一个弟子来讲就是一个莫大荣幸的事情。可是姜子牙却是一个修不成的。我这里一再跟大家解释，意思就是你看元始天尊身边吧，他在身边待这么多年，他是个修不成的，而那些修成的呢，都在自己有自己的洞府。这里面当然是有他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修了上千年、几百年、上千年，没有事儿他们不找师傅啊，没有事情他们不找师傅。我在原来节目中也介绍了，元始天尊教了这么多徒弟，可是每个徒弟的宝贝都不同。每个徒弟的功夫用的家伙他也不同，你这事儿你要分清楚，很有趣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练武术啊、练把式啊，这一门练八技就是练八技的，对吧？练这个弹腿就是练弹，他们不是。你看等到了武当山，那武当山你道家就是道家，那他练他那一套，峨眉山练他那一套，他到了人这儿分得可细了，这一门就往上走了。他那边他不是，各家的宝贝也不同，使的家伙也不同。而这个，而且你没见着他们，你看那个哪吒，他师傅给了他个身体之后，说你来，我给你找家伙，火尖枪就从后头找的。哪吒可没经过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苦练没有。我提醒大家是这意思，就是说那些人没有。等后面有了哪吒，有了三头六臂，他师傅给了他一大堆宝贝，他拿起来就会用。
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只要把那套功法走一遍，他就行了？这边练武术的，景山练武术的，北海练武术，筒子河那个，对吧？练八卦掌的，你看他围着树夸夸夸转，转的什么样？我给我看的，我也转的怪迷糊的，不知道。你看，你看那马云一伸手啊，他给你来一套，那东西他天天得练，什么意思？人得天天练，人带着肉身就得天天练。那神仙呢？先不用，哦，不用什么意思？这里面可以借助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米开朗基罗，他在雕刻的时候，他不用学什么，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他觉得就该这么做，做完他就是那东西，他就对了。别人一看，简直是，哎呀，这是天才啊！在他看来，他说没什么呀，不知道没什么。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以为就是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这东西。你只要能够不在人这边学艺、学技术，你去遇到的师傅给你开悟，就是说你按照师傅教的，让你的魂魄、让你的三魂七魄产生作用，而不是让你产生思想和理论。啊，不是让你产生习近平思想，啊，这个邓小平理论，给你强加给你，强加给你，其实就是强奸你，它不是你的，怎么塞给你，你也是拒绝的，是不是这道理？所以，而你的魂魄它没有时间，它突破的时间，在它的生命过程中，它就知道这东西怎么用。而你的魂魄如果来的层面高，你的来的层次高，哪吒他是灵珠子雷，他你给他师傅再给他加么事儿，他拿起来就会。我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讲多了，咱讲这故事。所以真正厉害的，他为什么讲内家功、内家拳他厉害？外家拳学很多是身体表面的东西。但是内家拳不是，内家拳它都是内在的功，它讲了内在的功夫，其实就是在调动他元神的记忆。就我个人来讲，我以为是这么个回事儿。那回过头来，咱就说这意思。刚才说了姜子牙，他在师傅身边待了40年，嘿，是个修不成的。所以呢，谁表面上从人的远近。人们会用情感去看待这一切，啊，跟师傅近的哈，天天伺候师傅，在边上伺候吃饭，伺候那就是大徒弟，不一定哦，不一定，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这可不是说绝对的啊，这个你要说在身边就不，这个话什么都不能绝对。那人家南极先锋，那从里面看起来，南极先锋就是厉害啊，南极先锋是元始天尊身边的，讲什么呢？其实里面有个含义，就是悟啊。这个，怎么说呢？越厉害的弟子呢，他可能不用听师傅太多的教诲，就说这话都一说出来就都不对。所以我们这期节目、上期节目就说，有些话不好说，凭悟而圆满，那个人那个是比较厉害的。只能说各自的生命背景不同，师傅是一个师傅，但是呢，学艺的、拜师学艺的人，他的生命背景不同，所以就会出现差距，啊，出现差距。而这个生命背景，你不能单纯的说，哎呦，他天天在师傅身边，他一定就如何，这个太浅薄了。如果说深一点，就是人中太贪婪了，羡慕、妒忌、恨。哈，你没机会，他有机会，你就觉得他一定如何？羡慕、妒忌、恨，不是的。我觉得就在姜子牙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对吧？所以他师傅让他一下山，他驾着土遁就来了朝歌了。到了朝歌，当天晚上就喝酒了，第二天。那个宋义人就给他找媳妇儿去，找完媳妇儿就回来了，啊，
说这个，给你娶了个亲，这个女子呢，哎呀，马红之女，才貌双全，才貌双全，正好配贤弟。该女子今年68岁，黄花姑娘。那时候呢，人也不知道得活多大岁数，68岁黄花姑娘，哎，你干脆成亲了吧。两个人高兴啊，所以又弄酒，又跟他喝酒贺喜，择个良辰吉日娶亲呢。姜子牙说："哎呀，叫成兄看故，此德难忘，选一个良辰吉日，迎娶马氏。"扭脸他就结婚了，然后那结婚叫，这叫什么？洞房啊，其日马氏过门，洞房花烛，成就夫妻，此乃叫天缘玉合，不是偶然，那是，其实就是，这就是姜子牙。与其说是这个元始天尊明明知道他修不成，为什么留身边，而是元始天尊早就知道有着封神榜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元始天尊当初选择了姜子牙，让他留在山上待40年，就为了今天让他下去。你可以这么说，所以生命的基点不同，你看的问题就会完全不同。那怎么办？何为大？何为小？就是你的境界高低，你的眼界是否宽？眼界越宽的人，越不会在乎自己，而凡夫俗子一定会在乎自己。那姜子牙修不成，他就反映出在山上待了40年，一下山，先喝酒，第二就娶老婆。所以这就反衬过来，为什么元始天尊说他修不成？离却昆仑到地邦，他到了朝歌就是地邦。子牙今日娶妻房，68岁黄花女，70有2做新郎。你这家伙，你现在说这什么荒唐事儿？那当时他就做这事儿了。子牙成亲，但终日思慕昆仑，只是忧虑啊，叫大道不成，心中不悦。他你都这样了，那你能有心情吗？所以哪头都站着，对吧？人也站着，媳妇儿也站着，酒也喝着，那头道还想修成了，这人就麻烦。所以这段的时间，就是元始天尊说他下去之后有10年，10年这日子不好过。马氏看出来他的样子，所以也没有心情跟马氏叫，穆勒召唤。马氏呢不知，就是他媳妇儿不知道姜子牙心事儿，就只是觉得姜子牙这个没用啊，嫁给你一点用都没有，嫁你2个月了，你什么也不会。所以有一天，这个他媳妇儿就跟姜子牙就说了，说宋伯伯到底是你什么人？姜子牙说，我们是结义的兄弟。哦，原来如此啊，就是亲兄弟。你娶了媳妇儿，我们2个人在他们家有吃有喝，这亲兄弟也不干呢，对吧？救得了急，救不了穷啊，这话是在理啊。那朋友之间，你现在更是救得了急，救不了穷，对吧？你我夫妻何以安在啊？这个何以叫安闲自在？说如果有一天宋伯伯有点什么长短的话，你说咱俩怎么办呢？常言道，人生天地间，以运营为主。没听说过哈，以营运为主。那这，反正他媳妇儿这么说的。说我劝你啊，大男人还是做点生意吧，啊，给咱俩也算留点后事。子牙说了，贤妻说的真对。他媳妇问他，那你会做什么呀？他想半天，他说我32岁就出家。就上了昆仑山了，我在昆仑山，人事我不懂啊。我在昆仑山，哎呀，我能鞭耙子，
因为他在昆仑山净扫地了，净给扫地了，所以他会编耙子，就是那耙草的耙子。哎，人家他媳妇挺好，说这生意好啊，咱后院有竹子啊，后院有竹，你砍点竹子弄耙子啊，到这个然后就去城里头卖点钱花，大小都是个生意，不在大不在小，你得出门干活啊。那姜子牙说对，媳妇说对，哈哈，回去就砍竹子，砍完竹子一劈着哈就开始编，就编了扁担，我跟那天跟大家说扁担两筐子，这个耙子，耙子他不应该用筐弄，耙子自己他就担着就去了。哎，他不容易啊，他这个他住的地方离朝歌35里地呢，他来回走一天70里地，嗨，连着耙子就去了。他可倒好，从一早就去了，天黑了，一个耙子都没买，哎，又饥又饿，哎呀，没招了，又回来了。平常他在山上都是打柴担水，他也没有走过这么远了，对吧？回来了，然后到了门前，马氏一看说：“哎，整担子出去了，这扁担嘛，整担子出去，整担子回来了。”哎呀，说怎么回事？姜子牙指着他媳妇就说：“你这个女人真不贤惠，你非得逼着我出去赚钱啊！我卖耙子，这昭国里没人用耙子。”这一天我在那儿就待了一天，连个问都没人问，一个我都没卖出去。这里其实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能理解的有双重意思。他是修行的人，他是带有使命的人，而在人中的环境中一定让他不得志。很多正经八百修行的人都有这问题。什么意思？你见有财主修成的吗？你见有过想修行的人修着修着修成财主了吗？肯定没有，对不对？财色就是修行中最大的问题。那我个人倒见过，说有那个练功夫的哈，练着练着不练了，干别的去了，不喜欢了。哎，他一开始吃了很多苦，他一放弃不干了，他挣钱了，这个我见过，确实见过，他挣钱了，但是呢，这钱没挣多少，大麻烦跟着就来了，这个不好说了，咱就说这意思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人中的一切都是被定数，都是被定位的，你选择了自己生命之路，很多修行的人为什么他在现实环境中，你看没有财神爷，就是。没有什么豪家父子能够修行的，他的德性，如果你相信元神的话，元神带着人的德性，他的德性化成了金钱，就是你今天的财富。反过来，他在修行的人在人间他受苦，够吃够喝，就这样，你让他富裕，富裕不了多少，他其实是保住自己的德性。你自己的师父就讲过，你的德演化成你的功力，你有功，你才有境界，升华的境界是这么来的，啊，是这么来的，这里面他讲的其实同样是这意思。他姜子牙为什么做不成买卖？他师父看着呢，元始天尊看着呢，就不能让他挣上钱，他要挣了钱。他还回去办什么事儿？他别事儿都不办了，他就挣钱了。当人坠入到钱财里面，他的本身的德行就会衰败。其实里面同样有这种事情，所以很多真正修行的人，他做不了生意，而做生意的人呢，他又修行不了，竟算计人钱了，心眼儿竟动心眼儿了，那上哪儿找那个元神去啊？这是两回事了。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似的，什么叫哲学，什么叫禅？哲学就是修行本身，从修行的那一面，逐渐向人的利益转化，就变成哲学了，人生之道。
三言两拍，三言，警示恒言，什么醒世名言，那个呢，还多少有一点点生命的含义。但是你到了菜根谭，菜根谭围炉夜话，基本就是人了，它里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修行的东西了。可是拍案惊奇有，拍案就我讲这都是书了，年轻的朋友可能很多人没去看过这书，三言两拍这个和这个，围炉夜话、菜根谭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带有相当人生哲理的概念。我在节目中原来砍过一些围炉夜话，大概不多，其实是想把那东西说完了，都说了，大概砍了有二三十集二三十集。那个其实它的宗旨同样是劝人向善。善恶有报，他讲述那个道理，但是他不往下讲，他只讲人的道理。那这里他就我们就说了，他卖耙子就卖不出去了，所以把说我们耙子没卖出去，我肩头还给压肿了。他媳妇就骂他，你就是个废物，对不对？你是个废物，你还埋怨别人，连个耙子你都卖不出去，反过来你抱怨我。那女人想钱。男人卖不出去，那俩人就打架呗，就打起来，就吵起来。一吵呢，宋义人就听见了，说：“哎呀，这两口子吵什么呢？贤弟什么事儿啊？夫妻俩人吵起来了。”子牙就把卖耙子这事儿就给说了。后来那个宋义人一听这个，那人好啊，说：“哎呀，就你们两个人做什么买卖呀？嘿呀，甭说就你们俩，来三四十口子，天天在我这吃。吃不完的，没事儿，我养得起的，何必如此呢？这媳妇儿呢，人家说的也都在理。哎呀，伯伯说的是好意啊，这是没错的，但终归我们是夫妻呀，夫妻是一家，怎么也得有个着落呀，我不能天天吃您，这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哎，这宋义人说，哎呀，这家弟媳挺懂事儿，这个啊，说的是在理。说这么着吧，你就别做别的生意了。哎呀，说这个兄长家里头那个粮库里那粮食啊，堆的，哎呀，都长牙子了，就粮食太多，太富裕了，都长牙子了。过一会儿让小二给你磨点面，你不是非要做生意吗？咱家就有面，磨点面，你扛着面去卖面去，谁都得吃饭呢，对不对？肯定面就有的卖，肯定比你卖耙子强。子牙一听，哎呀，谢谢大哥了，就把耙子就给收起来了，就改成磨面了，担了一担面就出去了。其实咱就不知道他担了多少面，那面要走35里地，我那个可有的走那个，但他没说怎么样，反正姜子牙担着那个面就去了。四个城门都走过了，嗨，就一点面都卖不出去，哎呀，给他给气的啊！这个是没招了。你想，肚子又饿，但肚子越饿，这个扁担越重。南城门是正门，最后没招，他就到又转到正门这儿来了，肩头疼啊！转到正门这儿了，就。想想说喘口气儿吧，我实在担不动了，他就把这个担子就给拿下来了，拿下来在城角上坐一会儿，坐着他会作诗，人家是修道的吗？叫四八昆仑访道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叫四八，四八昆仑访道去，岂知缘浅不能全，缘分太浅。不灵，这个红尘恶恶难争也，浮世纷纷怎脱间？红尘浮世对应，就说，他又看不上他在山上待了40年，他又看不上城里这点事儿，但是他又娶媳妇儿，那人生一世呢，不过如此，所以他又觉得又没意思，就是那
是被师傅轰下来的，是意思师傅要不轰下来呢，我在上面还能混。借着一只七指处，也就是说，借着借得，那他当然寄宿在这个义兄之家嘛。金夹玉锁又来缠，金夹玉锁呢，就是他娶了个媳妇儿，这里说的意思。金夹玉锁又来缠，何时得逐平生志，静坐溪头学老禅。所以他也想过。师傅说了，到时候他要在攀西这地方要等那个人。他说我什么时候去啊？我什么时候过去？他得有个缘由，时候没到他就去不了。这段的意思就是他师傅说的，应该是待10年，他要苦等10年。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苦等10年，就这么回事。所以。人生如人怎么说呢？人生之命运呐、啊，是不可抗争的。其实讲了半天也是这道理。他肩都疼啊，正在那低着头，哎呀，叫苦呢。哎，看见一双鞋，有人走到他跟前了，卖面的。我来点面。子牙说："哎呦，那家伙可开张了，要多少面？你给我来1文钱的。"一文钱咱就不知道是不是就算1分钱，反正他人要1文钱的，哎，给姜子牙气的，我今天要1文钱这个事儿，我以为你怎么弄个半筐你弄走呢？那终归开张了嘛，所以他就只能给人弄面了，人要1文给人称1文，他不是做生意的，他你想他单扁担，可能有朋友不知道，他单面肯定是。下的是筐装面的，然后上头用绳子套在扁担上，两头这么对跳着嘛。所以当他把扁担拿下的时候呢，人家懂的人肯定是把绳子都收拾好了，把扁担放边了，别碍事儿。他不会，他又累，他就往那一扔。那个盛面的那么家伙事儿，他是绳子上头挂着的，一般是这么挂着，那绳子就塌地上。他地上，然后他就说，正把绳子他地上的时候，说当时因为纣王无道，所以东南伯侯反了400诸侯，那黄这个武成王呢，就日夜操练人马，所以日夜操练人马，他就得响炮，擂鼓响炮，一响炮，旁边有个马，把马给弄惊了。马就哗就跑起来，这姜他在南城门嘛，姜子牙在那低头给人撑面呢，这马跑过来了，就他是卖面的，那时候也没有柏油路，一下就兜了他那个撑面那个绳子上，疼在马腿上了，那马腿这么一带，这两袋面就全给扬出去了，你想马跑起来就是尘土。他卖的是面，这家伙一下就起来了。说一阵狂风啊，把所有的面就吹个干净了。哎，这个姜子牙傻乎乎，自己还抢面去了，抢来了自己就给裹在面里头了。所以1文钱没卖成，啊，没一文钱的面没卖成，就剩两个面袋回来了。哎，回来。那媳妇在门口等着呢，说一看行啊，我家老公行啊，家两袋都空了，说你厉害，你今天把这卖面，你把面全卖了。然后这个姜子牙一看，你要不说还好点，他这一说，把这面袋往那面口袋往那一扔，你这个贱货，上来就骂他了，你这个贱人真多事。嘿，他媳妇说："你看，你把面都卖完了，你骂我贱人，你什么意思？"姜子牙也就说："卖什么呀？这两袋面全进了河里头了。"他就把遇见事儿这一说，哎，说的，那不就更急了吗？两个人就开始就打起来，面都给吹了。说："你说你这个贱人是不是惹事儿？啊，你非让我做买卖，昨天卖耙子，今天卖面，耙子还都拿回来，面还一点都没拿回来。"他一骂他老婆，他老婆也不干呢，对不对？你是个没用的家伙，你怨我啊？你纯粹是个窝囊废，
这你是个饭叫饭袋一架，啊，这骂人就这么饭袋一架，饭袋子就只知道吃一架，就知道穿衣服，别的都不会干了，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行。姜子牙就骂急了，啊，你这个贱女人啊，你敢啐你丈夫，俩人就打起来，嘿。结果宋义人一看，听这边打起来了，跟宋义人跟他老婆就过来，哎呀，你们俩人打什么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哗哗哗，又一说，说了一遍，哎呀，这个宋义人说，那个兄弟，那个哥哥真好，哎呀，这个面才值几个钱呢，你们俩还这么干，真没劲没劲，别别别，就给劝开了。两口打架吗？那宋义人就把姜子牙就给叫到书房去了，说，哎，算了，说这么着吧。你也别上外头去，你别上外头这么去整去了。人以运为主，花逢时而发。人以运，时运，有运气就行，没运气就算。花逢时而发，应该叫时而开，它叫时而发，就是花呢，到时候它就开，那不到时候它不开。你看人家讲的都是这么个道理，就顺应而作。不是人去努力啊，不是人去努力。姜子牙被他媳妇儿催的，里头有人的努力的成分在里头。黄河上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啊？啊，古云道，贤弟不必如此。我有很多伙计，我有很多买卖，在朝歌城里头，你哥哥有叫什么40-50座酒店饭店。啊，那我都给让哥哥都有股份的，都有人看着店的。说你这么着，一个月啊，你每天都去一家看店去。我说个话，他们都给你。你去看一天店，你看了一天店，今天的收入都给你，哎，就行了，对不对？那有大厨，有做什么都，你就到那去帮着看一下店就成了。你看人多有钱，真好，这哥哥真好。你们会一会啊，周而复始，这样就可以把生意肯定做起来，你也有饭吃，对吧？你也别说你没干活。姜子牙道谢啊，哎呀，多谢仁兄抬举。结果第二天，这艺人就带着他到了南门张家酒店，给子牙用了，开张。南门乃是第一个所在。正好跟这个教练场啊，就是演兵场、教练场附近。这周文王，周没有，这姜子牙，教练场附近，人多又热闹啊，人多又热闹，那都是当兵的在那练兵啊，武成王在那练，所以呢，当天他去的时候呢，就又剁猪又宰羊，又剁猪又宰羊，蒸了点心。酒水什么都备齐了，姜子牙就当掌柜的往这一坐，咵就等着来买卖，你得等人过来吃饭的。然后他讲说，活该这时辰，一则子牙乃万神总领，万神总领他拿封神榜嘛；二则年更不利，叫从早晨到5时，鬼也不上门。等到了。真正的到了50的时候，下了倾盆大雨。一下雨，这武成王这是操练场吗？武成王一下雨，那他也练不了兵了，所以就收兵不练兵了。又下雨，天气又热，然后又不练兵，又没人过来吃饭。嘿，做好这桌菜，做好的那个肉啊，猪肉、羊肉全都臭。那时候没冰箱，对不对？没有海尔冰箱。所以他暑气一闷，全都臭了，点心馊了，肉臭了，酒酸了，哎呀，给姜子牙气的，算他就把酒拿出来，你们吃吧，你们吃吧，再过一会儿连你们都吃不了了，给姜子牙气疯了。黄天生我出尘寰，虚度风光困世间人世的事。鹏翅有时腾万里，也须飞过九重山。哈哈，还嘲笑自己，
大鹏展翅，它是飞熊嘛，它自叫飞熊，但是呢，再怎么展翅呢，有山挡着，它也没招，所以再感叹自己啊，他回去了，回去了。宋医生说："怎么样？今天看一天店，看得不错。"哎呀，别提了，太惭愧了，折了很多本钱了，分文不得卖啊。这个宋医生说："哎呀，贤弟不必烦恼了，叫守时候命，方为君子。"啊，守时候命，方为君子。在《封神演义》里，没有任何努力的，努力的是人，守时候命，有耐心，等着时辰到，听着命运走。啊，听着命运走。我以为这里面它最大的概念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份上。其实你在战胜自己的贪念。当今的人努力大多是贪婪，以各种名望的理由去贪婪。嗨，他说我也没损失多少钱，无所谓了，再另找他路了。那宋义人又怕姜子牙恼火嘛，就给了他50两银子，说你这么着吧。你卖熟食呢，老赶上这天不好，我给你50两银子。明天呢，找点伙计，你去买点牲畜，买点牲口啊，买牲口，买个牛啊、羊啊，你赶着活物进去，你卖活的他就受不了，他没事吧？那是这么回事。所以那臭这个熟的东西臭了，活的东西不可能臭。哎。就这么着，拿着50两银子呢，蹲了2天，蹲的猪羊牛，赶着就奔朝歌来了，哈，就奔朝歌来了。结果呢，现在的朝歌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纣王失政，而这个妲己残害生灵，奸臣当道，叫豺狼满朝，所以叫天心不顺。老天爷不高兴，天心不顺，大旱啊，大旱。朝歌半年没下过雨，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朝歌没下过雨，半年没下雨了，所以天子老百姓呢，天子和百姓都在祈求，就是祈求那个，也不知道是不是东海龙王不高兴了，反正就祈祷了，要下雨。那要祈祷的话，就是杀猪宰羊。他不对，他是杀猪宰羊祭典，但是不许人们去杀生，普通人是不能杀生的，在他祭典祈福的时候，那就贴了告示了，说现在没雨，所以谁也不能卖活物，卖活物人就得动杀去嘛，谁也不能卖活物。他姜子牙不知道他外来的吗？他就赶着牲口就进了朝歌城。哎，他一进了朝歌城，那个看城门的就看见了。哎呀，这是犯法呀！他姜子牙犯法了，上来就抓他，给姜子牙吓坏了。满城贴告示，总有没看着的。他又不是不懂，他就不知道。军师一抓他，他撒丫就跑，跑了。那牛马猪就给人军师留下了，所以，牛马猪羊入了关，本钱全都没了。这个姜子牙太惭愧，愧身无处可去，无可奈何。宋义人就哈哈哈就笑了，说："哎呀，弄2银子又给入了关了。贤弟，咱们就我先弄一壶酒，你先解解闷儿，我到后花园去。"姜子牙时运将至，后花园先收了5路神。要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所以在这一回里面，他讲述的就是姜子牙下了昆仑山，要苦等时辰到啊。所以就是刚才说的那叫守时候命，方为君子啊。现在对大家，天灭中共是同样。